前些日子那个西医啊，他说这个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，给你手术一刀给你拉掉。后来想想嘛，少了一个零件不好吧，他就跑。宁波太远了。哎，我边上还有一个人，新疆来的，4000多公里。哎呀，他们家一家三个人，他说新疆没好医生，就专门跑到这里。我来之前特地做了一个B 超，嗯，这个胆结石啊，严重影响我消化了，就是一个胆囊结石伴有那脂肪肝。前些日子那个西医啊，他说这个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，给你手术一刀给拉掉。后来想想嘛，少了一个零件不好吧，他就跑。你看着你的结石了吧？这就是结石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结石，这一堆是结石。哦，这一堆是结石。这个胆囊壁哈。还是挺光滑的，胆汁透升也挺好的，这胆囊功能没问题呀。嗯，这胆囊它给嘎了，它有点过不去了啊。我看看舌头，你看这个鱼斑，特别薄密，口苦不苦啊？不苦。肝胆区有没有刺痛的感觉？偶尔的。偶尔就是疼过一次。嗯，21年吧。现在大小便咋样？大小便还可以。就吃完了饭吃多一点，有点胀。不是它。不是吃多，你吃好以后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嗯，它就开始这样子，你绝对不能稍微就是斜躺着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，那你让它反了，你只能就是站着走路，一直走，走到肚子饿了以后才能去躺。对，然后它不能吃那个油腻啊，嗯，就是那些东西，什么隔夜菜什么，隔夜菜不能吃，也不能吃，一吃以后就是方便面都不能吃，就是睡眠来，睡眠不怎么，入睡困难的容易醒。一天反正就是睡3-4个小时吧。啊啊，那晚上就是12点了，他没睡，手机看看，过一会1-2点钟的，或者5点多钟又醒了，又这样子好了就出门了，就是入睡困难。周围讲吧，嗯，肝胆呐，嗯，气郁，有点化热，热扰混扰神，睡不好，那还是有点刺激。